数码印刷并不能解决瓦楞包装所有的方案，但数码印刷又的确适合解决很多产品问题，比如冗长的供应链、高库存和过时，以及定制和版本控制的需求。所以因为数码印刷机的特点和20万起的价位，让它成为了今年众多纸箱厂关注的热门机型。